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青春。画得不错哦，废话，艺术。Very good。 萧博士，你在干嘛？我还心脏病啊！要不然一起玩？如果小玉抽中黑牌的话，你就跟他约会一次。要追就快呀！我们积极。如果时间可以停留在这儿那多好。我考同一个学校哎！我比较想跟苏伟当朋友。你跟他说明天是排骨饭。两个人在不同的城市，还要做一样的事。 我靠，好肉麻哦！像你们这种远距离恋爱，根本撑不过半年。人长大了就会改变。那我在这里等你回来。嗯？溜弄咖啡馆，未来电影台，青春献映。